还有一位师兄呢，他说哈、啊，嗯、呃，他正在观修因果不虚当中的十善，呃，修法要求呢发愿不杀生、不妄语、不偷盗等等哈、啊。但是他想起呢，您在这个受这个居士五戒的时候说，这发愿一定要慎重啊，以免破戒。嗯、所以呢，他就不那么敢发这个十善的愿了。呃，所以想请问一下您，怎样才是正确的？ 这个里面，比如说十不善当中啊，就是有一些是他可以做得到的，比如说不杀人呐、啊，啊，就是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啊，他能做得到的呢，他就发愿啊就不做；然后呢，他觉得就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些呢，啊，他就可以发愿啊，我尽量啊，我尽量的就不做这些，这样也可以的。 您其实以前在课里面也讲过这个问题，嗯、但是还是有一些师兄可能不太了解。嗯、就是说我其实日常做挺好的，嗯啊，那我干嘛还非要去发这个愿呢？啊，这有什么一个意义呢？嗯，你比如说，这个意义很大，这、就、这、是、意义很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，平时你也就不杀人啊，平时你也就不偷别人的东西，嗯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你不做不遭罪啊，这叫做不遭罪。嗯，然后现在啊。 就有变化啊，嗯，什么变化呢？你不仅仅是不去做这些事情，而且我现在就是下决心，我未来也不做啊，未来不做。他这些都是是过去没有做，当下不做而已，未来做不做，他没有心里没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呢啊,啊，他未来那现在呢，就是我未来我也不做啊，那就是确定我以后都不做了。嗯，如果是没有这样子法源的话，那你以前是没有做，当下没有做，但是未来做不做呢？ 那就不一定了，所以就是他下决心啊，我未来也就不做这些事情啊，这样子以后呢，他就变成了，就不仅仅是不遭罪，而且就变成了善啊，心善啊，他就下决心未来不做这些事情，那就变成心善啊，变成了，也有可能变成了这个解体啊，那就那就意义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功德也是不一样。 嗯，所以还是，呃，这个如果自己有这样能力的话，还是应该去发这样子的一个善愿。是的,是,的是的，是的，是。